娟姐，娟姐，早啊！哎，谢谢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准备好了。没有问题的。衣服都带了哈。都带了。等下我们去停车场，然后就准备出发。好。好，太好了。你该不会是那个不圈耳的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你？哦，我靠，好高兴哦！我是你的歌迷，我真的超喜欢你，长得真的好漂亮哦！你每部电影我都有看哦。我可不可以找个笔给你签名？飘飘，你先走，你旁边做大明星哎，你怎么敢跟他要签名？我给你这个笔，给你这个。先走，你这身打扮下去还行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你下，等一给我下，吧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他很像酒保。你的脸怎么了？你别管，这你别管，别管。你们是认识的吗？是邻居吗？你们认识啊？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准备当男主角喽，怎么可能？你骗是局娟吧？姐介绍的啊，真的啦。阿聪，阿聪，别聊了，我们该讨论了。啊，是是，哎，听总，真的。真的啊。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，我是不是有当说然你了，一定可以？不信你问娟姐，娟姐她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问娟姐是不是我出国，她一定可以阿的。聪，我们该讨论了。等下导演还在等我们呢。好，听说，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，你一定可以，你一定做到了？我那天在沙滩是不是有这样说？我在是，沙滩的时候有跟他监讲制给你过。定了练靶场，然后等下还要去学开枪，然后学跳弹床。你今天要吊钢丝，你有穿底裤吧？底裤。对，吊钢丝是要穿底裤的。有穿，OK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你朋友还有事吗？没有，就这个还给你。原来这本在你这儿啊。我那天觉得无聊，就把它拿起来那你觉得好玩吗？玩，不好玩。所以还给你。真可对，那天我跟你讲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了。好吧。那拜拜。娟姐，那我们继续吧。那等一下，我开车去。我们去停车场的时候，我们会开车载你过去。希望监制这边一切都 OK 顺利。喂，你上次说要养我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我养你啊。你没骗我吧？当然没有啊，就等你答应哎。不，你们先去聊一聊，真的吗？别太迟了。那等我一下，飘飘，我来了。